经过一个地下公厕，还仲留翻喺度，作为呢一个历史记录。士丹顿街，就见到咧系荷里活警察宿舍嘅后边，而家活化咗。呢两个都是当年的石柱门口的，由呢度入，一入嚟呢一层就是 first floor， 亦都可以上去 second floor。再望落楼下，就是一个很旺的食嘢地方。就咁睇唔知佢做乜，睇埋啲字先知道，原来系讲紧呢一间系食料理嘅地方。二楼望落去嗰个车房入口，呢个系大天井，下边有好多活动。呢个中间嘅通道系新建嘅，加咗个天幕。到嚟里边有啲细嘅食档，系餐牌。EEF 都有间试音室喺呢度，呢间系卖海报。梯的位置，我想都是保持回以前那个样子，即是油靓了它。有个服务中心，有个叫 Start Me Up Festival。地下嗰啲店铺，拆宿舍、活化、原创方。PMQ 喺呢个以前应该系汽车嘅入口入到嚟，阿巴甸街入嚟地下广场就系呢个样啦。呢度睇好似几吸引。咁样睇又几有生命力。呢度咧系以前黄隐书院。二兰节，呢啲系街坊。嘅會，單喺牆上面生嘅樹，真係好有型。路边已经好亲切咁样
可以跟他接触。沿住荷里活道行，亦都有好多酒吧，估唔到呢间出到砧板嚟做。学校侧跟有间平安里，但系呢间学校咧就唔系几平安啦，因为学生少，已经杀咗校，而家仲未定得出将来嘅用途。本来想做一啲宿舍啊，但系。好似又被人反對，學校側跟就是文武廟，亦都是由東華三院管理的。文武廟上去就是這間紅磚屋青年會。水坑口街落嚟就是皇后大道西啦，呢度落去应该仲有好多古老嘢嘅，再望下先。哇！一望已经知道呢几间都系卖矜贵嘢噶啦，燕窝啊、鱼翅啊，犀利。呢间有记盒，原来是卖烧味的，都几有特色，一枝独秀，留翻喺呢度。
翻個當時嘅街市，上環街市，而家睇下佢活化咗之後到而家係點樣。新嘅名稱係西港城啊！地下嘅店鋪。大堂的样子都在这里，西港城最顶楼有个大门，出面个地下就系嗰啲石，都系地下两边都有多铺位，当然系由港督揭幕嘅。地下的店铺，这里是上山那边的，有个模型，做西装纪念品，望上去天花，上一层是所有的布行。本来咧就想话好似嚟东西街啲布行咁样，布匹都有啲似，做翻个花布街出嚟。哇，真系好鲜艳。大舞台，咁即系有时会俾人摆酒啊，咁就会用咗呢一个地方噶啦。海门嘅正门，六层嘅楼梯